借步斜行，左脚踏稳，往右手边扣着，两手交叉。好，左脚再打开，提右腿，踏步，旋转，开合，借步斜行。也是斜行的动作啊，重点是打箭步。你看，左脚先扣一下，和上提转过来，两手交叉，左手在上面啊，然后分开，左脚打开，这个脚一合，刚才一开要配合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啊，再打一遍，和。交叉，开，两手分开，重心在左腿，提右腿，提起来，两手拧起来，肚立腿要站稳，好，踏步，一落步，两手交叉，也是左手在上面，然后左脚分开，一蹲马步，你看，结果学过了，斜行。借步斜行。好，我们再打一遍要注意咳的时候，两手要松，不能夹在一起，一定要松开。开的时候，两手你看微微旋转，你看。左腿提起来，站稳，肩要松，肘保持肋骨，要保护肋骨，然后这个右脚往下落步，踏稳，交叉，分平马步，开合拉推。左手拉，右手推，马步要扎稳扎实，上提要急，肩要松，眼睛看远方，借步斜行。